多人家里有脚踏车，但是他可能就变得不常骑，然后甚至就摆那边，就是把它做切割之后再做利用，让你的脚踏车变成你可以载货，让它再创一个新的经济价值。我叫博翰，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室是专门在做一些金属加工。偶然从网络上看到国外有这种货车自行车，然后他们又可以载货，然后又可以做生意，然后又有很多功能，又载小孩载狗狗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动车跟单车有机会再复苏一次啊。我本业算不算创作类，算是比较算买卖，在利用下班之余学一些这个小技术，就为了要做出我要的那个 cargo bike 货车的那个自行车。当初研究是先研究他们的实用性，包含他们的主要结构，像这些转轴的部分要怎么做成连杆去带动前轮，不常使用的车架，然后去做切割，与车子的主结构可能不变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货台的很长与宽去做改变。结构上的话比较困难就还是角度，因为有一些角度的位置，如果你差个5度，其实它的那个方向就不太一样，那我就去做比较实际的模拟，这样就是尽量以模具的模式去把它设定好。后来接触到 3D 列印，我目标就是为了要让我的单车的制程是可以先用模型去模拟出来，然后让我失败的几率尽量可以降低。传统工业会有传统工业的一些传统观念跟他们的制程模式，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说服我去用他们的这些观念做我的东西。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就是变成要花很长的时间一直尝试，然后才能把问题找到。29岁开窍，我才知道要学习。我会很想要学，一直学，一直学，因为我觉得人家怎么学习到，我就很想学。然后我也起初也是上班下班就是去玩。当你时间就这样过了，我在想，如果我40岁了，那我要用什么体力跟能力去工作？一定还会有更厉害的年轻人出来啊！你40岁了，40几岁了，就送货吗？还是什么？你又不会快乐，那我才想要搞东搞西的。像美国，他们不是都自己在家里车库然后做工作，他们会自己改摩托车，改哈雷啊，然后 DIY 木工啊，我就很喜欢这种环境跟生活，很惬意的做着自己的东西，他们什么都自己完成了，自己完成之后又自己这样子，可能路上测试啊，我就可以花在这边，就可以度过以前认为很无聊的时光，很快乐的，我就这样放。